许多网友想看机甲，今天他来了。我身后这台危险流浪者第三代机型，高79米，重1980吨，头部为双人并列式操作舱，胸部为定弧12核涡轮动力发动机，核动力驱动。由于它体积庞大，需要两位驾驶者才能驾驭它。开上它，可越山，可跨海，可打怪，可守护。它是怪物的克星，和平的守护者。关注我，下期开上它。